加满它，加好它油，加好说，收拾它以后还是没有那个够的。再来就把那冷却水给你灌，加满它。等你把确定加行，他这软木哈，你灌，看你喜欢不？这软木可以灌，要不要确定加行大修？确定过以后，把两个软木回转。上，先上岸，知道了。你干嘛解释了？